因为咱那是害着别个众生啊，别个是咱的灾苦啊，佛叫咱过咱的界，咱过着咱的界啊，就是佛教咱啊，金恶啦，卖害着别个众生，所以佛讲咱爱个了的佛教徒爱过五界，达达日要修累五界清气，无贪品的咯啊，无贪的唔是这里巴沙马拉嘛。诶，讲啊呀，外界坎坷啦，无啊，修死的界啦，啊，无三的界啦，啊，无内界啦，无贪品呢，外啊，因为这个外界啊是要紧啊，因为伊要紧啊，所以唔是讲佛讲要紧呀，咱个国家的老内面本有差不多有安尼款的界，死的界内面有，那讲杀生的界，如果那是做死一个人，那马达列如不啊啊。啊可能你字条，还是无借家具，还是无你偷窃人的物件啊？当今的人还是怕枪啊，那是马达列到伊呢，佮亚青呢施行，对啊？啊，所以咱的国家的路啊，本是袂使偷窃。第三个下阴，那是那去搞耍人的宝，乱乱来，不理智啊，咱就输地国啊，比较拉还是？啊，难得掉书了啊！第四，那那是骗话骗人啊！第生理做生理啊，什么骗人啊？人不能过难啊，去比较啦啊！所以这里事业界啊，本有的国家的界，然后第个是林州，林州是讲的国家的界是无安尼严啦，就比有的国家那个阿拉伯的国家，本是伊的老袂使林州啊。所以这里是外界啦，了不是叫咱过这里外界得得日清气啦。因为咱那是无过咱的界清气啊，因过色的时啊，那个怎么话讲？那是这人常常杀生，后摆一来转来做人的时呢，命会跌。那是这个人破第二界常常投胎，可能之时啊，你请工人啊，工人本爱投胎类物件。啊，是无后事，你对内做人的事啦，你请人，人不爱偷窃类物件。第三，咱那是下阴做人的家庭乱啦。后摆咱对内做人啊，咱的家庭不会何人害着咱乱去。第四，咱那是骗话，后摆咱对内做人啊，人不会骗咱啊，是无之事啊，不可能因果不会食。到第五呢，是常常饮酒啊。后摆呢，对内做人啊，地位较尖啊，因为做歹呢人闹啊。了，要金恶啊，那买害着别个众生啊，因为那买贪着苦啊，不过假呢，修八戒啊，修八戒啊，一礼拜一拜，第六个戒呢，归我买吃，靠干嘛在扎起日头起来。买只普通的只啦，啊，了啊，第七个界买正咱的身躯，买看戏、看电视机、video 还是听音乐，啥物啊？了第八个界啊，买困归头好眠的，这里本称啊，归头豪华的本称啦，啊，所以这里是八界。